大家好，我是阿芬。昨晚分在这外面的鱼丸，今天准备一起送一下。下午可能就要起饭了。看看这个刚有起饭的天气，一般说会那个收获比较好。期待今天能有个更好的收获啊！好了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你都没注意看，雷哥，阿信，你都不注意看，你来货，你都不注意看，那里我都看不到啊，来货啊！对，阿信，这雷哥可能有将近一斤吧，将近100块钱老多了啊！哎，阿信，前面又是一个，哇，你看，都是一堆堆的，哇，看来今天可以哦，阿信。刚拉上来就三个了，今天可能真的要发财的新手来了啊！都给他养起来，等会上岸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啊！没，红花鱼、蓝花蟹，没在哪呢？哇，这都是价格都挺大的。哎，阿姐，你都没注意看，又来一个超大的蓝花蟹哦！哇，哇，这个个头，起码有个6两以上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吗？有，在那里，你都不注意看，这个头一般哦，不过挺肥的，奇怪了，嘿，阿姐，哎，前面有一条鱼，哦，一条狗鲨。哇，阿姐，看来今天真的没有大发财的选手来了哦！哇，真的国家可以啊！哇，起码有个4斤左右吧，这么大，4斤，起码有个4斤左右，差点今天10斤，哇，哇，这都够大哦！这是我来了，哇，你看他这个水吧，这是我，哇，这个鱼丸都被缠成这样，这是我来了见过最大的一条。哇，应该是说沙场玩到了。现在这么大的工山上，我们这边一斤起码150以上，这些都可以是大几百了。哇，看来今天只有发大财的选手来了哦！你看这一条，是不是很大？哇，好了，先给它放在里面养着。哇，一条都有一桶了，阿弟。哎，前面是还有一条小白鱼。一带总共抓了几个蓝花蟹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5个，5个蓝花蟹啊！这条最重要的是这条钩鲨，起码有个4斤以上，可以卖个大几百块钱哦。现在怎么也收上来了？今天黄钓黑钓都还没抓到。看能不能抓到拉到红钓黑钓，那也可以哦。嘿，阿弟，哇，一堆呀、啊！两个在一起。哇，不来，一来就来两个了啊、哦！你看，嘿，钓了，别乱来，跟你说，这个不错啊、哦，有个2两多，又是一个啊、哦，这条还不错啊、哦，活的。你看，哇，看来今天大发财的新手来了哦，又来个这么大的红花蟹啊！哇，这个红花蟹个头不错哦，起码有个半斤以上，很瘦。哇，这龙脊菜真多！哇，这一上网龙脊菜比第一上网还要多，比第一代还要多。都太多了，都太多了，难怪这一张网收获比较差啊！能不能再上点大货？哇，都是龙脊菜，这个头不够大，刺我都给你掰掉，要就不怕别人抓到就不怕了。真的是小的，要是大大的话，见这个魔鬼，这个见这种品种黄色的魔鬼最好吃的，已经捞完了。看来有货的话就是款啊！这次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收获。总共是9个蓝花蟹啊，
光这一个鲨鱼都可以卖个600以上，我估计应该起码有个4000以上。看来今天真的大发财了啊、哦！上岸买钱了，走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边了，来，这个钩叉什么时候走？120。啊，要卖不卖？你们肯定要吃。看到这个螃蟹，这兰花蟹。螃蟹、花蟹一起80吧。啊。865做到啊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啊。今天也不错啊，总共是。那我卖到了860多，大概可以吃个800多，油钱花不多嘛，就在那附近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回去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